三百个要食鲈鱼清肉的咯，啊个这个，三百个要鲈鱼清肉哦，这拢无刺的，三百个要食鲈鱼清肉哦，或者这无刺，这大个鱼，这等下当煮糜，会当用煎的煮汤，三百个要来无？拢有啊吼，谢谢，来，让我这个收起来，伊咧想要攞收起来，那收来无物件，最好我做歹用的哦。恁敢有要食葱抓饼无？ 你全部拢互你八包，你拢无饲的，你拢没有吃的，包起来来，大哥你帮我倒好着，靠腰啊，恁娘嘞，你当作四只阿多唔就卖一只，靠腰啊，你娘嘞了了钱啊，啊恁娘我真正唔知影这一只卖两百一件，这无你无你落的啦。诶，讲真正这一只我两百，我总对阿四只，我真正唔知影才五只，吼，我今年讲也无呢。 八包，来几个？来，来，谢谢赵龙包。姐，恁电话两个给接对了，我无看啊。是啊啦，诶，我来面试，面条恁吃啦，没啦，莫讲啊。靠腰，我那目睭吐包，唔知讲啥子了。过来，恁遐啥物？啊，姐，你萝卜糕拢无人给买哦。哦，我这。来，诶，大哥，诶，我来面，大哥，你给我帮忙一下哦，给我倒提落去，然后菜，你要食这啊？这鱼香肉丝哦。 这鱼香肉丝，咱姐你先叫人给看这上面，有的人唔知影啥物，你看这个大柱夹在啥呢？用我烧炉啊，这内底有一个国际认证的耐热袋，胶灰，遐一领水，国际迄个认证的耐热袋揢起来，然后伊烧水甲拼落，水果控起来伊个高起来，来一包夹起来，夹包夹袂，皮包倒了半落好啊，这一包二啊五，哦，这我家己现挂嘞，二啊五加二啊五啊，这，免五百三百落，来三百块落，然后人要食鱼香肉丝无，三百块，这真正好食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来。 搞完了，搞完了，搞完了。诶，恁家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萝卜糕，春水堂的萝卜糕，一人给两包，当个三百五包面啊，一百五十面啊。有人要食菜头粿？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法国哥有人要食菜头粿无？萝卜糕，法国还有人要吃萝卜糕的吗？150块。拢有啊，哈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收。 有人要食这无？牛二两啊，无骨鸡腿，这拢无骨的，这当用煎的咯，爱食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有人要食无三百？有人要食牛二两无骨鸡腿无三百？三百块够人要食鸡腿的三百块，有人要食鸡腿的无三百？牛二两无骨鸡腿三百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请你，再搁你，三百有人要食无？来啦，我再搁你啊，紧好啊，莫搁闹啊，三百有人要食鸡腿的无三百块，再搁你啊，再搁你啊。 三百要来无？他这个腌过了。嘿，腌过了啊！大哥，你别穿，这个你啊，三百收钱，我先。小姐，这个送你啊，这个你啊，三百上面吃。过来，要吃鸡腿的无？大哥，你也多少钱来？来去给莫多，恁就过来抓。啊，那我这不会卖啊，我这嘛不会卖啊，这个送你，这个你。来，这个你啊，来啊，就四个人给了啊，三百上面吃，三百块。过来要吃鸡腿的无？三百。过来要吃牛二两无骨鸡腿的无？三百块。小姐，小姐。 三百个有要来无？等。三百个有要吃无？拢有啊，都有位。谢谢。你都妈平常用，平常用不啦？拢来啊！来，拢来。来这边啊！哇，谢谢，你看出来。我比较想无要去做，谢谢，大。来，安尼是先买啊。先买。来，我来甲你介绍，先。 你若做店要食三千两，我讲我吼，还是你按我话卖卖好无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你有人要食我阿鱼的无？新价钱的先拿几盘装起大杯，水无？大杯只四包。四包，几盘装起新价钱的，唔免五百，三百了，装来。有人要食乌鱼无？大杯哦，三百，有人要食无？鱼啊五了，装起，鱼啊五。哪只？哪？我来一千块啊！啊，鱼啊五了。哦，五百。钱钱给我，我冇听着。 我五百，你敢想一个啊？来，垃圾！来，大哥，你是要一八五的吗？来，1000块无？1000块无？无啊，真正无啊，要少几多哩？来，小李，我倒袂过来回你。来，你用保利啊，注意者。干贝。干贝，那剩一个啊，你看就做。甚至是也无啊，我今日无做啦，我今日真正无做。有人要食五百无？
认真牛排、连炸牛排，爱吃的人给免3000、2000，1000块人要吃哦，1000块，1000块人要吃哦，再搁送你1000块，再搁你1000块了，新价钱的再搁你，1000块人要吃牛排无？1000块，再搁加只牛排当去吃，你头毛去做处理的，蛮帅气的，你再来跟我面试哦，阿姐，我想要伊也蛮强的，来我新价钱的人过来啊，再搁你啊，1000块有人要吃牛排无？1000块，拢有啊。干杯！干杯！像你这样的尔嘞，你只要把我集中就好，我就乱嘞，蛮乱的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是的，来，你帮我整理嘞。哦 ，OK。我牛排你起来吃啦，好啊，你看头前也是，来，你帮我起。来，一点钟。起后边了，来，整理好。其实后边剩一个月，我是无时间整理，今仔日因来请假。请教您知无？来，来，一个你牛排帮我整理一下。嗯。我才甲卖卖啊吼，来。欸，大哥，你有人要食这个无？这我卖过老好无？有人要食这个无？100块了。这够有人要啊？100块有人要食鲔鱼糖的无？100了，够有人要食这个100块？鲔鱼糖这有人要食无？100块有，100块。来，必要啊。你哪有可能无人要啊？这100尔嘞，100够要食鲔鱼糖无？来，我就是。一堆嘞，100够要食鲔鱼糖无？100块有，100块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。来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不要动。好，你来咯。来，你要食乌骨鸡哦。大个，后面还骨骨来。阿姐，我这吼，当年过年十月进前哦，过年前的十月，就爱甲这间落几啊百箱啊，这间去食。你真正食看卖啊？吼，系啊。我刚才讲阿家就好啊，阿家，我迄个甲我做迄个阿家，介绍因阿姨食这只啦，伫我遮啦，这一两个月不好食，买10只以上啊。迄、那个阿家一个阿表某个啦，刚才因阿姨也毋知因阿哥也是啊，买10只以上啊。连我家己人拢买这只啦，无甲伊好笑啦。这只你也食看卖，汤头甲鸡肉你试看卖，一只800-900块，唔免新价钱的350有人要食无？人参乌骨鸡350有人要试食无？350了啊，你要对食？来食鸡肉。来只两包。要两包啊？我想要几号边啊？好啊，700，你个一只起来啊？来起来，哎，迄只火腿肠是我起来，我袂买啦。有人要食这只无？大哥，你要来啊？无啊，剩这只尔。来，好啊。剩这只尔吗？哎，拢无啊。你一开始我话袂，我人拢唔知。起来，我收起来。起来，掉诶。35个人要食人参乌骨鸡无？一只吼，我过年吼，一家伙我卖60000，我真该卖60000，无要紧啦。你鸡啊，内底我拢装好个。哎、欸，最后这点佛跳墙爱吃一个哦，顶级狮子头佛跳墙，一点2.5公斤，新价钱的人家，25楼剩这点俩，怎么吃？来这边。来。来。啊，恁个下边要啥物？那是毛呀，鳗鱼。嘿。1000块嘛，啊，一个毛要1000块。来。来。哇、哦！来，1000，搁300就好啦。3、4、5，哎、欸，麻烦最后两只。来公公啊！来公公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1400。啊，700我来这。这个马上唔对哦。一定平送我。哦，好啊，你送我好了。啊，这边啦。这个700。我给你送我好了，恁送我对了。那，啊，上过来买啥？倒出几块啊？还有多少？哎。你有人要吃干贝无？干贝有人要吃无？这一包0.5公斤7-5啊！来啊，我来讲啊，两个人加搞买我嘛无啦，两包嘛就1000嘛，就800，两个我拢卖了，400怎么吃干贝？有人要吃干贝无？400块，干贝400，有人要吃无？400。玉子烧青椒料，纯欧姆蛋俩，七招配照的青椒料，纯欧姆蛋俩，欧姆蛋。披萨嘛无，披萨我袂买。来，小华倒提者。来，我桌顶拢啊摆摆，啊免得麻烦。诶，是，我去鲑鱼阁有敢袂当找出来无？伫个只搞收掉。诶，鲑鱼敢有人要食？剩只大块恁买买，莫阁留好无？600就好啦，一个人计。600。再过你真正无啊，莫阁留，再过你600块。有人要我拢3块卖500，你真正鲑鱼无啊？一个人计600，啥物事？600块有人要来无？600，人要吃伊个毛是清晰。哎、欸，这个600块啥物事啊？600块，有人要吃鲑鱼大块无？600。哎，谢谢，这无平啊。来，我来卖这個。
你若要我食三个，我讲，这顶款拢有啥？深海、红斑鱼片，这拢野生的，这拢不好吃，无白吃的吼。来，你等我照恁看，这等下收一块安全证啊，出来鱼啊肉又明。你生活好了，姐，你生活好，感觉你现在做一块爽啊，还没对起，还免你咯，你还没对嘛？来，这餐厅你煮拢送你的啊，这拢铁板烧你用的好物件啊，来啊，姐，你现在对哦。来，我来讲，这烧一锅含酒粉蒸甲脆，包括你甲煮汤拢会当。鱼啊，若只拢简单料理，不要过多的调味料。啊，这生来野生的红斑，红斑片啊。来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人客，九个人客，我招十个客钱了啊。卖招你开一千开八百，先客钱来三百块了。有人要食生来红斑的话，三百块。这海鱼啊，肉真正幼绵绵，我无甲你好笑。来这边三百块的钱啊，三百块啥物？对啊，沙发收钱啊！来帮我边啊讲，沙发美女相信我。来，我甲你讲话你听哦，卖这无卖价啦。收者，只要你若愿意相信我啦，你甲钱摕给我啦。一个。哦，这买你后礼拜一定来啦，你照我讲话落去煮啦。哦，含一份收落，哦，水甲退冰有哦，含一份甲收，所以你是用卫生纸吸个打者，含一份收者，你啥物甲坐哪车？啊，是讲你要用吹，包括你甲煮汤、姜丝拢无要紧，啊！这领导啊，鱼啊，若要煮姜丝汤，我讲真个，无够钱无济着煮姜丝啊！来啦，我再过你啦，哦、啊，来啦，再过来啊！来两个，你给咱真给咱吹啊！你相信我啦，这种急速冷冻的啦，你肉真正幼绵绵的，你试食看卖啊！来啊，最后搁一个人加三百块，三百块三百只，你看，这退冰了，这哪沙西面呢？这不是甲你好笑呢？你甲看。这退冰的那沙西面，你看看，这有水无？来两个。你看这，这不是好笑？这个水退冰的啊，啊来。哎、欸，最后搁一个人过来，我再告你，真正无啊，三百块钱。